Just a few days ago, I realized that back on August 15th, 1977, there was a very famous flare in the radio signal that was given the name the WOW signal, because the observers that recorded it at Ohio State University was stunned at how powerful this signal was. And gave and wrote "Wow" in the document that records that signal, and so it's called the WOW signal from 1977. And I checked; it turns out that it came from about the same direction in the sky as 3I Atlas, within 9 degrees. And the chance for a random alignment of the two directions of that of 9 degrees or so is 0.6%. So the question arises whether this WOW signal from 1977 was transmitted by 3I Atlas. We don't know, and there was no report on radio observations of 3I Atlas so far. So I'm encouraging radio astronomers around the world to check out whether there is any radio transmission from 3I Atlas. I calculated that back in 1977, the object was 600 times farther from us than the sun is. And that was a large distance. And presumably, if it had transmitted that signal, it had a quite a powerful transmitter, about a gigawatt, according to my calculations, which is comparable to the power output of a nuclear reactor that we have on Earth. 1977年的神秘信号。 一声 WOW 引发的宇宙谜团，就在几天前，阿维·勒布翻阅过往资料时，有了惊人发现。1977年8月15日，人类第一次接收到神秘的无线电信号，后被称为 WOW 信号 WOW signal。它的强度、突然性与方向性至今无人能解释。最初捕捉到它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科学家。他在观测记录上写下了一个字 WOW， 这段历史看似尘封，却在今天突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令人震惊的巧合 3I Atlas 它来自 WOW 信号的方向。勒布惊讶地发现 WOW 信号的方向与 3I Atlas 的星际天体之间的角度差距仅有9度，根据统计，这种巧合发生的几率只有 0.6%。这引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难道1977年那道神秘信号来自的就是 3I Atlas？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天文级的撞大运，但这仅仅是开端。重新监听宇宙，射电天文学家们的新任务。到目前为止，还没人报告过 3I Atlas 发出过无线电信号，但勒布呼吁全球的射电天文学家重新监听这个方向。如果它真的增发生，我们就不能做事错过任何线索。而如果这道信号真的来自它，那么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台比我们想象中强大的多的发射器。惊人的信号强度，一台星际核反应堆。根据勒布的估算，如果 3I Atlas 在600个太阳距离之外还能让信号传到地球，那它的发射功率至少需要10亿瓦。这相当于地球上一座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如此庞大的能量从一个飞速划过太阳系的小天体发出，几乎难以置信。而正当科学界为这段巧合而迷惑时，一段全新的信号又从宇宙中响起。2025年，地球再次接到来电，南非沙漠中捕捉到的新信号。2025年10月24日，在宁静的夜晚，位于南非的 Meerkat 射电望远镜接收到了一段异常清晰的微波信号，这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实锤捕捉到来自星际天体的无线电波。这信号既非地球干扰，也非卫星误传，而是一种频率结构清晰、化学特征独特的无线电发射。追踪信号的方向，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熟悉的名字 3I Atlas。 第三位星际访客，穿越太阳系的高速旅人 3I Atlas， 是一颗以每小时24600公里的速度横扫太阳系的星际天体。它是继奥陌陌和 Borisov 之后第三个造访太阳系的星际访客。更巧的是，
这段信号恰好在它飞临近日点前几天被发现，仿佛是一种临别前的呼叫。科学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他们继续监听。信号细节令人困惑，这真的是自然的吗？长达11分钟的观测中，接收器记录下的是连续、稳定、非重复的信号波形，它不像背景噪音，也不像周期性的机械发射。这个信号的强度、时间点与三 Atlas 的轨道完美吻合。难道我们真的不是宇宙中唯一的听众？猜测与分歧，自然现象还是智慧生命？一些科学家倾向认为，这可能是金属物质与太阳风激发的共振现象，就像琴弦被风吹响一样。但以阿维·勒布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信号的几何结构太过规则，不像随机自然现象。尽管仍未有确凿证据，但一个更大的问题已经悄然浮出水面，谜团仍未解开。这是证据吗？还不是。目前科学界的共识是，这项发现还不能证明存在外星文明或科技，但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端。随着三 Atlas 渐渐离开，天文学家们只能靠回放的数据去试图还原它留下的声音。但这一次不只是人类在听，地球第一次回应宇宙，一个新纪元的低语正在被记录。在浩瀚寂静的宇宙中，科学家们第一次捕捉到一段可能不是地球自身产生的声音，它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某种智慧的试探。而地球也在用人类的仪器、智慧与好奇心做出回应。这是一次相遇，还是一场误解？我们也许还无法回答，但至少现在的我们正在听见。Thank you.